别搞！哎呀，这怎么有个漏勺啊？还这么大个！哎呀，这是干嘛的？挑战一天只用漏勺吃东西，一个人吃漏勺上面的，一个人吃下面的。那我当然选择用勺子啊！对对对，我也要。那咱们说起来不？好，没问题。石头剪刀布，答案。石头剪刀布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赢啦，勺子归我喽。让你珍珠奶茶，那我岂不是只能喝茶？那我只能吃珍珠啊！大早上喝奶茶有点太爽了。一大早吃珍珠，我为我的胃感到担忧啊！好爽啊！那你的珍珠有啥好吃的？怎么吃？一个勺子比我脸都大。哎呀，只吃珍珠就是怪没味儿。我也想喝奶茶。啊，真香。青麻黑的，平常在奶茶里面喝总感觉好吃，但是让我单独吃有点下不去嘴啊。你想一想，有没有像以前烤全的兔子、啊、我不想吃，你应该等我吃完再说。哎呀，像兔宝宝沾了水把它粘在一起的那种，我拉了稀的兔宝宝、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吃粑粑啊。啊，泡面！你这勺子这么大，嘿嘿嘿，估计啊养不了多少泡面，来给你养。我这不有个盘子吗？倒下来不就完了？这两汤都是你的，别着急哈，留一碗汤慢慢喝。你真是一点渣都没给我剩呐！我就不跟你开吃了。你太狠了吧！不得不说，这牛肉汤也是蛮好喝的嘛。嗯。哎，我烦了，我真的，我受不了这个人了。我养生，我只喝汤，正好护胃。这可是牛肉汤，你喝得着吗？你喝不着。哎，这牛肉汤好香啊。这牛肉汤真好喝。导演，我要去把勺子换过来，我想用勺子，好吗？导演，我中午只喝汤，下午茶，让我炒一点吧。好久啊！豪气啊，豪气！对，能滤过这个漏勺吗？那你可以喝点汤，来试一下。好香啊，好甜啊！哇，等会儿你上面了，不行，我这么多料吗？哇，我的天哪！估计没你啥事儿了，这量也太足了吧！实打实的，全是五谷杂粮。啊，拿走吧。哎呀，拿个盘子垫着，慢慢吃。小勺子，来一口。我可真是太幸福了啊！这点汤，一怒啊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料做的这么足，汤为什么不多一点呢、啊？甜甜的，入口即化。我也入口即化。本来就是啊！那我感觉我从早上到晚上，我怎么一直在喝汤啊？那好啊，当减肥了。我真不想减怎么办？不用看，我不会给你吃的。我觉得八宝粥里面真是太营养了，里面全是五谷杂粮，还能减肥促消化哦，吃起来对人身体好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但不给你吃。谁稀罕啊？哇，晚上我们居然吃自嗨锅！你不要想了，我这么大个勺子，一勺子全快走了，哪有你份啊？自嗨锅这么多的份量，我就不信你那一勺子能全快走。走着瞧。使出你的牛马精神，我就好了。别干嘛！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牛马精神就是很精神。你说，那你留着点吗？好吃。导演。他这一勺，我这火锅还剩下个啥呀？火锅底料呀，先尝一口木耳。哎，同志们，哎，我们先来尝一口汤啊，看看汤怎么样啊？好了啊。再来尝一块土豆。这土豆好吃啊。没事，同志们，我们也有汤。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哇。我这里还有牛肉丸，没有啊，我也有，来来，还不如送给你的。哇，真香 ，QQ 弹弹的。我这还有汤，我还有菜，太撑了。小菜们，你们下次想看我们用什么吃美食呢？或者是看想吃什么美食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